我是从福建福安过来的，抓到海鸥老师的视频，就觉得你们这边学茶饮类的比较专业的，真的觉得你们很专业，对奶茶也好，然后果茶也好，沙冰类也好，咖啡也好，柠檬水也好，我感觉你们的奶茶确实又健康又好喝，就觉得你们很专业，所以就安排了四个人来学。感觉就算要做好一款茶饮，开好一家店，你必须每一个员工都要专业，你们专业我们才能学的专业。产品可以装饰起来也很漂亮，喝起来也很新鲜，对一般大众来说就很容易接受，做出来的每一款产品自己都感觉到很满意。我们本来有开店嘛，每一款产品我们都会升级，原来不好卖的产品我会把你们的产品会替补上去，对我就是受益匪浅。